存了很多金币，就等你。你家会长是指谁？这是 OKVEN 家会长吗？我家会长每天都有上线啊。打了好久才有到地狱犬，我可以去你的公会，可是我不要会长吗？不要会长，压力好大哦。你目前跟新吉有同工会，那意思不就是你的会，你家会长就是我家会长意思吗？嗯，下礼拜美国感恩节，感恩节11月第四个，还真的。哎，我们还没有设定 uptime 啊，我不知道 uptime 要怎么设定。大家吃薯条的时候，应该也会就不想弄脏手，然后硬要用倒的吧？嗯，好吧，前进奥德曼了。你好啊，我是布莱恩同虚探险者协会的创办人。官方说的，我有法杖降顶的线索了，就在奥达曼里面。奥达曼，这种探险的，就是矿坑里面的那种车车，还蛮想坐坐看的。奥达曼被血巨怪占领了，我们得要一路击退他们，才能拿到证据。所以是个矿道血巨怪。敌方手持的法律需要增加二。嗯，没错，感恩节就是 Steam 特价的时候要买游戏哦，大家。没有，他的手指不能解决虚关，所以矿道血巨怪是一个手很小的角色。安杜因对上斯卡瓦。奥达曼是血巨怪的，圣光会带来胜利。你只是头上长了角，也是蛮像人的啦。以前斯卡瓦还是个小小血巨怪，现在他变大变笨也变丑了。血巨怪不笨，我让你笨笨。哦，法术消耗加二。其实他的台词好像有点奇妙。血巨怪厉害，完工了。啊，巨怪叫怪，然后叫冒险者善后。而且今天晚上开始，荣誉我的出了一个新的，就是打工会这样会多送这些符文，什么点数会送 SR 卡，我拿那个 SR 卡。泰坦时代，专心点，布莱恩。嗯，就是传说中的426，打出战吼会随机造成2点伤害，玩食元素，继续发喽。那如果有黑多子，就可以打掉他了。说，
欸，那我刚刚啊，有两只。冰狗手就算了。再一只木广幼龙。撞一下。汉龙。少复制。一个被吐槽。其实好像是可以设定跑马灯，可是我上次打开了那个 MoBot 之后一阵困惑，然后就把那个关掉了。啊，你会设指令吗？如果会设指令的话，就我们可以开指令就好了。说，这块小点。然后下次我要把这边的那个版面遮住。欸，这版面好像是可以藏起来，我试一下。欸，可以耶，噔噔。好啦，我无聊。这边可以一个，哦，这太大，那我加二号。诅咒神教准备。完工了。逛到去，不过还有什么样的牌啊？他放到星火树，他为什么不带一些？会超载的。感觉他的系列是要带那种会超载的牌啊。我赢了，我为什么要解怪啊？好自然而然哦。怎么这么多啊？走这边，英雄，跳进矿车，跳进矿车。Nightbot 我知道怎么设 ，Nightbot 比较方便设，可是 Nightbot 常会自己离开聊天室，就要一直重新设定。直通奥达曼中心。我们来到第二关，矿车历险，逃离血巨怪。不过跟这一样是。拿到第一个组件了。好，我们得在被压扁之前逃出去。跟神殿一样是要逃出去的关卡。怎么有那么早睡啊？吓到我了。小心，有东西在追我们。哇，是台湾人啊。这段台语应该还不错。我现在是杰克森，我现在是杰克森，不是波西杰克森，我是李栋杰克森。继续放喽。就让我想到小草的大星球里面的某一种道具，不是道具，就是一个机关。赌一下，丢颗石头。哎呀，你想上次丢他？这个李诺怎么这么机车啊？李诺就是这样子才会被追杀。再来。
觉得蛮可怕的，这个。出现了一只土灵追捕者，哎，小心点！你炸坏了一段轨道。真的假的？完工了。不到全速前进，继续鹦鹉一击，轰轰。点到，可是他只有照到这边之后，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东西，就比如说那颗宝石会出现什么啊，还是就我觉得好像会整个发出什么光芒之类的。多石榴的话，就给你一堆尖刺诱饵。嘿嘿。因为刚刚的石榴被我弄死啊。我说不是只能给我两张就很结束了。慢着，全速前进。聊天室死去，帐篷就在下个房间。我去，就是发现一张野兽牌。嗯哼，是猛龙化石。嗯，感谢一次托付是八个月的干阿巴鲁，感谢您。日文呢？打副本看日文会看不懂吧？据双方召唤一个一座零二的雕像，所以有嘲讽吗？嗯？按录音，对上。他吃一下，我现在吃晚餐。哎，等一下是十点还是十点半有工会站？必须要发喽！再给我一只龙吧，龙！哦，我说有啊，有日本人在的时候我才会说日文。古代泰坦的仆人，他可以告诉我们好多故事。我现在讲日文，他没有忙着把你们埋在石堆里的话，讲给谁听啊？他听不懂。所以是一个零二不能干嘛的雕像。一直都是实况台哦。
来这里单挑，去虫。上骑士的秘密。开始拆，不是报复，不是光之牺牲。难不成要放以眼还眼哦？又不是救赎，忏悔吗？诅咒神教准备好了，完工了。嗨，神圣试炼是摧毁第四个。啊，是新卡，是新卡的神圣试炼。当场上有三只英雄，在第四只的时候。第四只手下要被弄死。醒来吧！清场的时刻，但是我现在有四只随时想要满台嘞。所以如果在这一关玩德鲁伊会不会比较好玩啊？因为德鲁伊的话不就可以就很多什么印记啊、嘲讽啊这类的。去学发咯。要先牺牲掉几只万文，听从命出不去啊啊！完工了，也是哎，嗜血术，这样讲的话，德鲁伊或萨满，只要那种全台加工之地的，好像都不错。こんばんは、ごきげんよう。抽个真言术盾，盾一下。记得他叫雕像都是从右边叫吗？然后洗他，这也是这次的新卡，选择一个敌方手下，将他洗入你的排队中，就去对面那里了。这也
如果他一副运气很好，他可能下一turn就抽到了。ちょっと問題起こるかな。今チャットのサーバーコネクトできない。一个胡说出现，三三，好哈。嗯，想要抽牌，听个小角色啊。其实我也没事做。猴子的算算是剩下一追寻者，他其实长得也跟凯尔萨斯一系列啊，都是那种应该是夜精灵还是什么，耳朵尖尖的，加四加四，因为这是普通副本，这不是英雄难度，英雄难度可能就没有这么简单了。而获得同虚了，战吼会触发两次。哦，他可以 be two， 出土石这样将全部手下造成三点伤害。如果上了三点伤害，系列发动，然后再给对手的话，那对手不是又会对我们打出这张牌吗？但还蛮奇妙的。我的计划快完成了。工会战倒数一分钟，什么？打开我的手机，嗯，是血精灵，看我上次是血精灵，嗯。还搞不清楚他是什么精灵。发现一只奖牌 P25，史莱姆。马法里恩对上斯卡瓦。好打扮。血菊怪的，我必须保护大自然。就是刚新的卡牌，然后荒野骑士是上次的新卡牌，玄幻召唤成龙。啊，我还没有换，对对对，等一下，因为游戏前半小时是不能换工会。叫两个小树苗，他应该有给我咆哮吧？应该没有这么来闹吧？化石魔暴龙，有眼兽获得嘲讽。
之怪厉害。伤脑筋哎，跑十四甲重来一下。食圣鬼灵地看守者若魔未根，这个困难点就是完全不知道牌库里面有什么牌啊。完工了，西向宫王宫，各种血巨怪。这个是矿道的，上满的卡，嗯哼，中立卡的实力是主管。迅猛坐骑还是马洛尼呢？迅猛龙、马洛尼、迅猛龙，还是猫头鹰？扣两点的话，日服是因为原本他们自己的音韵吧，可是我觉得他算是蛮不错，已经帮你翻译成日文了，是不是？不，翻译成中文的才对。啊，远古诅咒。是不是太准了呢？就是要放喽。嗯，爆炸的感觉。不行啊，要爆炸的是什么啊？没有野兽 ，no。
好吧，那我想我们还是再来，重来一次。我认输。必须保护大智。伤脑筋。你有看是很顺，一二三四。一下子会变成什么什么的。夜晚适合前行。期许下一回合可以打死血巨怪。我们现在玩的是职业挑战关卡，所以现在的牌是电脑内建的。如果就用咆哮的话，就加攻击率了。大子，完工了。谢谢丢开若是四个月干阿爸了，感谢你。他就是随机啊，所以你不知道会给你什么牌，可能好，也可能不好。发现了野兽卡，给香蕉、鱼人，摧毁鱼人的螃蟹、猫头鹰、猫头鹰。因为这一回合是法术，所以下一回合是生物。去切发喽。加上 cos 的话，下一回合能出的是猫头鹰耶。奇木克拉也出得了，蛮好。随机手下到手中，他会给他什么好东西啊？可以不要吗？就星云堆肥，吼！好，我决定了，就堆肥吧，堆一下。巨怪，再一张星云，有了，起码这次比刚刚好多了。刚刚真的是，在我刚刚。累格的时候，我的神龙发动完他的技能，然后不见。释放兽气。老欢他星火。好，这非给他误读误意啊！
夜晚适合前行。前行个三四五六，哎，八九十十一。等一下，哎，十一十一啊，不行，那只能打手下，不够，双桃树也不够，要再去收。远古的诅咒。他为什么该打人的时候不打人呢？发现一个手下或者是法术。没有生物了，是一个手下好了。战马，战马数值不够哎，因为我母类跟等一下，嗯，如果就算赌战嘛，竟然被封住了，去吧！轰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不够，好不够啊！刚走九哎。完工了，格祖尔，克洛格祖尔。嗯，日本語読めますか？嗯，読めますよ。哦，轰！哟呼！啊，迅猛龙凑齐，一下被我点掉了。趁现在，我要点一下工会战。那我们今天一样会送出暴雪英霸的求加力。哼哼哼哼，谢谢发喽。嗯，刚同伴有出现，我的工会成员有出现一下下，然后又不见了。那个连吉啊，连吉，数码宝贝还没上映啊，我要等我要等上映才要去看。人家上映是一次上映四话嘛，四话之后，哎、欸，对面好像很多人在打、欸，哎，就对面的工会，不过。我觉得他们打起来攻击力好像很弱。哼哼哼哼哼哼，默默得意了起来。一出了，就是他应该说他总共分六部嘛，那一部数码宝贝里面会有四话，跟就像动画一样这样，就是四话。Hello， 可是日本出啊，台湾还没上映。我是想要等电影上映再看。我先看了《神奇宝贝 XY》，《光环的超魔神胡帕》。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要聊 Pokemon 跟 Digimon 吗？这领域我好像可以哦。
五色对上阿扎达斯。谁敢？我说喷火龙变蓝色，胡帕里面没有喷火龙，我会以荣耀作战。都是你说的是 Mega 吧？里面全部都是神兽系列，什么古拉多啊、盖欧卡这些。不过我没有能，没有 AP 嘞。No。完工了。所以像这种，其实王者祝福也可以加，战士也可以加喽。比如，哎，要受伤、暴怒啊、冲锋啊什么的。队长，解决他！那个手下已经攻击过跟攻击的太快了啦！刚团队队长先上来，这个就可以打剩一血的，然后他打两血的。薛薛发哦，萝莉发在哪里？在你心里可以吗？前来报道。APAP UR 玄武的期间限定。坑道蛇，讨厌你。哦，这是写的新卡阿努比斯，啊不是阿努比斯，他是阿努比萨斯哨兵。七龙珠里面的比努斯也是长这样，水居的有方加三加三，去出的。进攻！完工了。他一级嘲讽还行，勇士辉映登圣，解决他。有一点像啊，比努斯、阿努比斯就是以前埃及的神，破坏神的那个形象。那么这一关好像比较好打、啊。我没有办法补 AP 耶、欸，奇怪。默默的打完了耶，拿到奥德曼守卫者升级是职业卡，加一个手下的攻击力跟生命值，就是一个三三。完全放弃了英雄难度啊！